贝斯鲁夫要成为海贼王，要先过哥哥这一关。哎哎哎呦！好了，再见，鲁夫，被我烧死了。我操，太帅了吧！哎，靠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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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赢了！我真的是世界上最强的剑士了。哦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黑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麦块海装模组生存啊！等一下，没跳好，没跳好，刚刚是意外。不知道大家看到现在的话，喜不喜欢这个系列啊？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请不是帮我点一个大大的喜欢，那是阿神的梗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请帮我点个喜欢，然后也可以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，也喜欢看麦块的朋友，或喜欢海装的朋友。对于这个系列有什么想法，或对于我们今天这一集有什么想法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说。到底谁在打架？不要吵我的开场。洛克塔又在搞了。那在这边的话，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我之前在，因为我都会自己稍微就进来，然后会玩一下这样子，然后或者是说会看一下说下一集要做什么。然后我不小心打赢克洛克达了，他就得到了一个沙漠之王的称号，然后还另外获得了一个王下七武海的瓦界的称号。那没关系，我跟你们讲，今天我会再打一个，至少打一次克洛克拉吧，然后看能不能打赢就是那个其他的七武海这样子。这个系列我有设一个终极目标，我们终极目标是打赢赤犬，毕竟我是艾斯，那我要打赢赤犬是合情合理的。好了，那我刚刚看到下面是不是就有克洛克达？这里有鲁夫，什么时候了？两年后的鲁夫。哦哦，克洛克达输了。然后哦，跟大家讲一下，后来我研究一下，我发现要怎么重置恶魔果实是要用一个恶魔果实重设器。那到时候如果我们准备要吃第二颗果实了，我们才会使用这个果实能力这样。哦，罗布鲁基，现在我打罗布鲁基应该是轻而易举了。对付你还不需要用我的恶魔果实能力啊？回旋斩，你是在邀约我跳舞吗？他说连续拳。我有霸王色霸气了，哦，这就是霸王色霸气，所以我现在可以跟红发杰克打，没有开玩笑的，哎，好像可以哦。哦，霸王色，哎，等下他比较强，说得起嘞，我啊，他还是四皇啊，但我不是。哦，有村庄哎，哦，试个手，看我的霸王色怎么样。哦。而且可以一直发哎、欸，太爽了吧！哇，不愧是我的霸王色啊，各位。虽然说是生存，但是其实我们到现在都一直在探险，也算是一种生存吧。来点强的吧，我现在应该打不赢四皇，但七五皇应该是可以哦。来个克洛克达尔吧，让我们看一下那个有对战的感觉。谁？安妮，安妮，等一下哦，可以哦。或许可以哦，或许可以哦，或许可以哦。妈的妈的，哇哇，超痛！不要在它里面。先把它弹走。啊，睡，它进水了，进水了，他们就没能力了。然后它开始扣血了，哈哈，我怎么打赢艾尼尔的？让它溺死，哈哈哈。哎呀，艾尼尔，这样还能称为神吗？我帮你想办法弹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完了，我进水。艾尼尔嘞。哦，死了，艾尼尔死了，被我卑鄙死了。师傅不是这么打，哦，班贝克曼，等，哎，你们不要牵扯我啊，你们打架就打架。我操，哎，他真的死都要那个、欸。好啊，没关系，我一次打鲁布鲁基跟那个斯莫格哦，死了，漂亮。哎，又拿到一颗轰雷果实。哦，赤犬，等一下，我。哎，啊，还有艾尼尔，有，哦，我操！哎、欸，我升掉了，炎帝，等一下，兄弟，哇，炎界，大炎界，炎界大炎界，炎帝，哦。但是这一招 CD 实在太久了，可是完成了艾斯的所有恶魔果实等级，我现在的等级应该差不多就是七武海以上吧。那接下来就等七武海现身。我们今天目标好不好？把我们至少干掉一次克洛克达尔，克洛克达尔跟巴索罗缪大熊。哦，熊找到了，巴索罗缪大熊。
哦，还有克洛克的，等一下，我一次打两个，可能是有点眼界火柱。哇！哦哇！雄狮冲击也太强了吧！大眼界炎帝赢了，谢谢。哦，太帅了！而且我最后还用炎帝赢哎。好，各位观众，看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请记得各位你们先往下滑，看有没有帮我订阅，因为我的游戏频道被限流了，帮我按个喜欢以及留言，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。我刚是说帮助吗？是非常大的帮助。按起来，谢谢。好了，那找寻克洛克达，把七武海都打了个遍。那克洛克达怎么这么难找啊？怎么可能这边都没有克洛克达了？哎，谁？谁是艾斯哦？各位，我们去把艾斯杀掉。可以哦。哦哦，有，这么快就要来劈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哎，其实蛮强的，还有点强哦。哎，就他妈的！刺拳！哇哇哇！这么远啊，兄弟！弹开！哇，打不赢！哼！哎，艾斯死了，看来是死了。哇，谢谢刺拳帮我打赢火拳艾斯。但我一个人单挑应该是可以啦，但是刺拳有点……找到克洛克达了，我去引诱他。哇哇哇！大哥，我不想在这边跟你打。来啊！好了，把他砍死了。啊，克洛克达已经想说，哇嘞，洗得烤，我跟你没有什么仇。啊，你让我这个面子往哪里挂？哎，等一下，开到果实了，各位，冒烟果实，斯莫格的，笑死！哇，哎我。这么恶魔果实收藏家，好了，各位，那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《麦块海潮模组生存》耶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我们今天进度不错，我们今天干掉了克洛克达，我至少就是干掉一次给大家看，不然的话之前真的是很尴尬。然后我们还干掉了艾斯，虽然说赤犬帮忙的这样子，然后暴君熊也干掉了，接下来还有那个乔拉克密佛格。然后以及两年后鲁夫和之国这样，其实还有蛮多的这样。我这个系列定的目标还是在于把那个赤犬干掉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持续练等，持续打一下这样。好了，那哥哥，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麦克海潮模组生存的话，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然后有留言、分享、订阅。现在是罗布路基想要跟我们一起开做结尾这样子。对，然后记得追踪个 V， 按照分享追踪更，然后下面喜欢分享，那我们就下部连见，拜拜。火拳，哎呀，罗布鲁基，你要跟大家说拜拜啊。罗布鲁基也跟大家说拜拜。罗布鲁基真的很喜欢凑热闹哦。对，哦，金香，哇，我们在最后的最后用金香开掉了橡胶果实，太戏剧性了吧，我天哪！